Hey， 大家好，我是 Michael。奥克维尔是个宜居城市，吸引了大量的新移民还有留学家庭。这样的话呢，就造成了小户型特别受欢迎。今天我们上市了一套三房三卫的正屋。好，请大家跟着我的镜头进来看一看吧，走吧。Pod room， 回车先洗手。屋内通车库，很方便。宽敞明亮的客厅，开放式厨房，做饭不再无聊。露台可以 barbecue。到二楼看看吧，宽大主卧配有淋浴套间。这是第二间卧室。这是第三间卧室，公用洗手间带有浴缸，洗衣房在二楼，很方便。地下室没有装修，可以储存杂物。下期再会了，拜拜。